我是铁道的先拍摄的话，在108年2月25号美术馆站17:53所拍摄是3227次进入三星港口去潮州的区间车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那相片干嘛暂停？都点不到去看片。我今天要去鼓山了，对吧？17:57经由山线开往潮州区间车，请到滴滴月台上车。谁叫鼓山是大弯道好？玫瑰327次进入三线号潮州的区间车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玫瑰湾327次进入三线号潮州的区间车，准备驶进。美术馆站准备，本次列车沿途停靠美术馆到潮州区间中的各站。谢谢各位支持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在下面多点赞一下。327次区间车，要三线港潮州的区间车。他就驶进那个美术馆的。我来了，327次进入三线，看我操作的区间车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的。留相片可以把在前面都点不到地方。微笑圈车，327次进入三星号潮州的微笑区间车，来个支持的相片，干嘛在前面都点不到这个相片。老李山东彩微笑圈车已经毕业快乐，毕业卸妆了，啊，听说他只卸一半而已，啊，在加一，还在加一。327次进入三星港潮州的微笑圈车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把在前面都点赞去观看。8434微笑圈车，谢谢各位支持。有相片可以把在前面都点赞去观看。再见啊，拜拜。